舞台裏面中國文化的博大和精深，就是在這個舞台我們都一一領略到，來自不同的團隊不同的內容都一一為我們獻上他們的精彩演出。而以下這一個也都一個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很特別的一個的組合的，下面這一個的組合是來自香港美術專科學校陳慧文學術總監他設計的一個新的一個展現中國文化一個新的一個的嘗試來的。他一陣間將會在這個舞台上面將會有朗誦、國畫、書法、笛子、古箏的一個大匯演的，在當中裡面將會由一位的現場將會有畫一位畫家尹老師尹漢卿先生將會即場會揮毫他的墨寶，另外也都有一位的馬老師是馬如堅先生，他亦都是現場會有個書法的展現的。而朗誦將會由黃俊濤同學，他哇都很犀利，香港校際是五連冠的一個的，亦都國內拿到很獎項的一個朗誦家。咁另外頭先笛子陳慧賢先生已經介紹咗啦，咁另外古箏就會由馮俊安先生是會演奏的。咁而尹生同埋馬生都是我哋佢都係香港美術專科學校裏面的資深的一位嘅老師嚟噶，咁當中咧佢哋會即場就係用《滿江紅》以及咧係《新年春》咧呢兩個曲目咧係為我哋演奏噶，而當中咧將會咧畫出竹同埋牡丹啦，竹咁都知代表咗一個竹節嘅高粱風節樂徽亦都係佢嘅代表。另外牡丹係花中之王咁大家現場去欣賞呢個咁特別嘅組合，為我哋帶嚟一個中國文化嘅大匯演，熱烈掌聲歡迎佢哋！
遁石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与天公势力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暗武，略属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王爷属风流人物，还按今朝。生起呀，
晒。好，我听到大家嘅诉求啦，吓叫 encore 吓，咁我多数都会如你哋所言噶吓。好，跟住落嚟亦都再请出我哋苏菲小姐咧，伴住我哋一班嘅，哇！大家见到台上面吓，呢、这个系特别咧，因为话我哋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咧，结婚喜事亦都系同我哋在座每一个人咧息息相关嘅，系咪？咁所以咧，我哋将呢个咁喜宴嘅一件事情咧，将佢咧就搬上去我哋嘅舞台，由我哋中国文化小姐嘅嘉丽们咧，将会演奏一吓喺台上面一个传统嘅婚宴嘅实习啊，等佢哋实习定啊吓。赏花桥亦都有我哋苏菲小姐唱出赏花桥，热烈掌声欢迎佢哋。大家見嚇，好，再一次多謝曬大家。跟住落嚟咧，亦都係